视频由国家建设研究会召集人潘振球所领队的海外留学生，跟美国班登堡大学校长赫德等一行，到达金门以后，就在军防部政战部主任的陪同之下，在举光楼听取金门建设的简报，参观金门历史文物馆、金战资料室以及金门军经文教等各项进步的情况。他们对前线军民这20多年来经营战场、建设金门的各项伟大成就，表示了由衷的敬佩。